那个，欢迎各位开案爱好者来到这次的演讲。本期演讲，我们的演讲者是 Frank Limon， 他将从那个 NTPC 的项目为切入点，给大家介绍一下台湾酒软件推广的情况。我们有请 Frank Limon。So speak Chinese, okay, right? Oka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just ask. Okay. 所以我想我会先，我主要会用中文讲，那有必要的话我再用英文补充。那我想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我们在台湾的学校推广开源软件、自由软体，的一个还算是蛮大的进展。那我们看到的一些问题是什么？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好了，没错，其实我是OK， 好，就是一只小猫这样子。那实际上呢，我自己是 KDE 社区的人，我是在台湾做 KDE 中文翻译的协调人。我确定我没有走错场子，虽然我知道这是格弄的场子，不过我确定我没有走错。因为我今天的其实主要的身份还是这一个，就是 NTPC 的开发者。我其实是目前，我等一下会解释一下什么是 NTPC， 我会解释一下这个专案。那我是这个专案的最开始的一个开发者。那我另外的身份呢，两个小朋友的爸。我怎么扯这件事情，等一下也有关系。之所以会讲到这个身份，也有关系。好，那在。整个的一开始，我先带大家先回顾一下，在过去的十几年，在台湾的学校里面的电脑都放些什么？它的作业系统都放些什么？当然，早期 Win98 啊，最开始 Windows 98，来 ，That's the operation system in Taiwan schools computers. OK， 在2001的时候，当然最早是从 Win98， 后来出了一个叫做 WinMe 的东西。我相信现在应该没有人在用 WinMe 了吧？因为它其实真正来讲，它不是一个非常 OK 的产品。好，再来，微软出现那个杀手级的作业系统，叫做 Windows XP。那 SP 它非常受欢迎，而且延续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甚至于到去年都还在支持 Windows XP。 那 Linux 当然这段时间我们的学校全部都是装 SP。 那当然微软觉得我不能一直用 SP 下去了，大家都不换，要赚。所以他在2007年，他推出了一个新东西叫做 Vista。那但是我相信大家对 Vista 的印象应该也不是太好，对吧？应该不是太好。所以呢，很明显的，这个产品不行。不行的话呢，他们只好严查 SP 的支持，对吧？那延长继续延长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也不能够一直持续上下去啊。所以呢，他急急忙忙的推出了一个另外一个也还算是不错的一个产品，叫做 Windows 7。那 Windows 7其实基本上刚推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它会对微软注入一柱强心针。可是很不幸的，在2010年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 iPad。iPad 一出现，Windows 7马上又被比下去了，因为所有的人全部被吸到 iPad 去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只好再出 Windows 8。那 Windows 8大家都知道，它完全就是以平板的思维、以触控的思维来做，对吧？那我们再看这样子的历程，其实你会发现，当然啦，微软产品的习惯，它就是。一个 good， 一个 shit， 那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请问一下，如果现在的电脑教室还要用微软系统的话，
它应该有门槛，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同时，这个同时当然，在开源软件社区这边，大家很努力，还是想办法把它推到学校去。所以呢，有一个计划的一个产品叫做 EasyGo。好，我们 EasyGo 的刚开发，其实它基本上是瞄准还不晓得什么是开源软件，不晓得什么是软体的，那我们就做了好几款。好，那当然到去年，我们是第11版。去年的这个是我们是第11版。但是呢，你再看哦，在这段时间呢，还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做 iCare， 我们在台湾叫做国民电脑计划。我们电脑计划它是做什么呢？它是，有厂商捐一批硬体，全新的电脑，然后呢，它交给我们去放 EasyGo 在里面，然后呢，放给那些弱势的、贫穷的学生。好，这是其中的计划。那第二个指标性的计划就叫做 NTPC， 这个我等一下会介绍什么是 NTPC。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把这张图切成两半，你会发现在左半边的时候。左半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基本上是微软独大 ，XP， 它整套就是这个 XP 系统，所以呢，基本上学校的电脑就是毫无疑问的就是 XP。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的 EasyGo 想要切进去，我们的 EasyGo 想要切进去其实很困难的，因为大家都用 XP 用的好好的，它其实很困难。但是呢，后半的时候你会发现。状况开始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你大家看，就像我刚刚提出来这个问题，当我们现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到 Windows 7、Windows 8，甚至 Windows XP 还在支援，才刚刚结束支援。但是呢，你会发现现在学校电脑几乎都还是 XP。那请问你这个时候，假设我今天我要换 Windows 系统，请问你要换哪个？你要换 Windows 7吗？可是你现在外面买的都是 Windows 8，对不对？你现在的包含。笔记本电脑，尤其在台湾，几乎都是 Windows 8，你买不到 Windows 7。那你有说在学校装 Windows 8吗？那授权费又多贵？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很明显的，其实对我们开源社区来讲，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好，那接下来我就来介绍什么是 NTPC。NTPC 简单讲就是新北市 New Taipei City。我以前的台北县，现在叫新北市，新北台北市，它的一个采购案，它采购10000台电脑，要给中小学使用，10000台电脑给中小学使用，他们分批去换。但是呢，今年在谈这个，过去在谈这个采购案，其实都是很正常。但是2013年在谈这个采购案，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叫做预算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一年跟微软在谈采购授权的时候，过去一个授权是100台币 NTP， 100台币大约是20块台币，但是2013年谈的价格变成1500块，整整涨了15倍。那你看，我们前一年在编预算的时候，我有没有可能就预想到说我今年预算会涨这么？不可能嘛，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新北市政府他就想，那这样不行，我绝对不可能跟你买，所以他就当下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决定说，那我现在就开始跟你切，从这时间点我就把你切掉，你过去我就跟你结清之后我就不用你，所以呢，他就跑过来开源社区跟我们讲说，好，我现在要用。整个 PC 里面只有单一系统 ，single system 单一系统用 EasyGo， 那这当然是对我们来讲，那当然很好，我们就把它去弄。那然后呢，在这个东西是很有趣。那个时候在香港的有一个 Lina Taylor 的国际中文版的杂志，他就对这件事情做了报道，他就把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就全部一文字把它写出来，因为预算暴涨15倍。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零松的问题，就是会决定。那他的结论当然是开放闭塞 ，OK， 好，这部分。但是呢，微软看到这篇文章，他不
高兴的。他发了一封正式的信函去要求他们澄清，好，所以在这里我也来帮我们澄清。你看一下他讲什么，他是底下是那原文啊，他讲说 Windows 对教育单位的授权一直都是新台币100元，好，他否认有上涨到1500元的事情，他否认哦，他否认哦，那我可以说好，没有错，的确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没谈成嘛，对吧？因为没谈成嘛。但是你们可以想哦，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开源社区有没有机会在这个时候拿下这个整个电脑里面的设计统？大家其实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对，那我有帮过软件系统，的确没有，而且我因为最后我没谈成。好，那我们再来看，那我们可以再提一下，在 NTPC 这个专案之前，其实，在过去的采购案里面，其他们其实是要求至少要双系统，至少要双系统，也就是说，其基本上在这之前，它也不是微软单系统，它会里面会摆一个微软，然后摆一个苹果，但是呢，基本上。另外系统都只是检查用的，啊，我有装哦，我有装哦，啊，用不用是我的事情。过去是这样，可是呢，今年的 NTPC 的案子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概念呢，我们称之为今年的概念是让大家吃全素的概念。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非常有趣的比喻，是从我头上来的。还有比喻说，用开源软件。就好比是吃素，有的人呢吃全素可以活，而且他活得很开心，就像我，可以。有的人呢无肉不欢，对不对？他非得吃肉。那今天我们在推广的思维上面，我如果今天教一个非吃肉不可的人，你去吃全素，你大概会要他的命。所以呢，过去我们推广的概念上一直是，你偶尔吃一下素也不错哦，有助你的健康。好，你虽然我知道你都在用商业软体，但是你也可以来看看自由软体，你也可以来看开源软件。我们过去的思维一直是这样子，可是呢 ，NTPC 它完全是叫你吃全素，为什么？因为你从此之后，你进电脑教室，打开电脑，你只有 Linux 可以用，没有 Windows。OK， 然后呢 ，NTPC 的这个作业系统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指标性的意义是。它是由老师跟家长一起开发出来的系统。那家长是谁？就是我。刚刚有给他看，我两个小朋友都在念小学。那当然，我们是结合一群新北市的推广开源的老师跟家长，对，当然是我们一起弄出来的系统。好，那当然呢，在这个案子里面，其实真正指标，我觉得真正重要意义，当然是。我们证明的，其实开源软件的作业系统，当然也可以用来解决，而且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在老师的教学上，其实不会造成太大的冲击。好，那当然我这边可以这样稍微先提一下，就是一般的我们在 NTP 上撒下去之后呢，老师常见到的问题是什么？当然最大的问题 ，Office。那当然，其实我昨天有来听一场那个。LibreOffice 的，我觉得那个影响非常非常有趣。那我这边大概先跟你讲一下，就是说，通常来讲比较常遇到就是这个字型。我们昨天有讲到字型渲染的问题，对吧？的确在我们这个过程中的确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呢，当然就是跟 Microsoft Office Format 的 compatibility 问题，兼容性的问题，啊，这是很常见的，其实基本上也不是只有在学校才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呢？我觉得有些老师也很有创意，他知道这边有这些问题，他其实后来他直接就改用 Google Docs。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他的概念上面是，我教是教你怎么编辑文件，我不是教你特定的软体，不管这个特定软体是 Microsoft Office 还是 Open Office， 还是 LibreOffice， 我就是教你整个编辑文件的一种概念，所以他直接用 Google Docs 来取代。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内容。好，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输入法。输入法的问题，啊，那当然输入法问题，
还包含到说我们在这里面所使用的输入法，其他感觉写，因为我当然我自己用，我都不觉得什么问题啦。但是很多老师在用下去，然后就有些宕机或者什么问题。那当然还有一个是说，有些软件它天生就跟这些输入法八字不合，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你也想不出为什么，它就是中午就打不进去。OK， 那再来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学生的作业收作业的问题。好，收作业的问题，那所谓收作业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学生那边编个档案，那我要交出去问我怎么用？那有的老师会，他是他会剩管，他自己加个剩管，他就可以交。可是很多老师不会，你又用了一个账系统给他，你没有网络方你可以用，他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是比较常见的问题。但是呢，真正我们所遇过所有老师遇到问题的第一名，我们说遇到老师问的第一名其实是这一个，他根本不晓得怎么玩电脑，他根本不知道怎么玩电脑，这是我们最常遇到的。因为很多，尤其在现在的台湾，很多老师学校里面，他都有配置一个叫做资讯组长，也就是基本上就是管电脑。可是呢，我敢说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学校，资讯组长什么都不懂，电脑太多。那这是我们在大概巡回了一阵子之后看到的问题。那当然，在这个问题之下，我们就开始在延续，从 NTP 延伸过去之后，我们还有在后面在思考一些解决方案。那第一个解决方案叫做 DRBO 跟 Cozilla。那这个 DRBO 呢，它其实就是大家知道一个叫做 LTSP 的，可能比较不知道，它基本上就是想让它就是无碟系统。我学生端的这边的机器，它没有磁碟机，也不需要磁碟机。我开机的时候从远端拉一个系统过来，或者是从远端执行完之后把画面送过来。那 DRBO 的做法是，我把系统怎么拉到我这边来开，我所有的执行是在我这里执行。是在我学生端这里执行。所以我这边，你这边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所谓的无碟系统。那无碟，它的这种无碟系统做法的好处是，它比较不会占服务器端的资源。因为之前 LTSP 的做法，它是在服务器端执行之后把画面送过来。那第一个，它很吃服务器端的资源；第二个，它很吃网络频宽，因为你要送画面，它很吃网络频宽，网络宽带的。那这个 DRBO 可以说是做，解决了这一方面的问题。那当然，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的所谓的 Fabric EDU 的这个端，它也是用类似的做法。它也是有一个模式这种类似的做法。那所谓的 Cozilla 是什么？ Cozilla 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可以做对很多台一个电脑教室里面很多台机器去做备份还原。也就是说，我可以按下一个指令之后，假设我现在在这个区网络里头有三十台机器，我可以把你这三十台机器里面的硬碟的内容，直接就背到这里。然后呢，当你这边，好比说学生这样玩烂掉，系统玩烂掉了，开不起来，或是桌面烂掉，或坏掉了，都没关系，放回去，大概都是二十分钟左右时间就全部放回去。它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 的应用。那所以其实基本上像这一套系统在台湾它是非常的 popular。它其实非常 popular， 很多稍微有点技术底的老师，他很喜欢用这一套，因为重点，他不怕学生把你系统玩烂掉，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学生的破坏力，常常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你看我一个桌面哦，即使是我自己在家，小孩也是一样，我一个桌面哦，我元件都锁起来哦，他就是有办法把面板弄不见，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弄。不知道怎么弄，他就是有办法把它弄不见。
Kozilla 它基本上可以解决的。Sorry, I will speak in Chinese. Maybe, 它很重要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很多老师很爱用这一套。那至于无碟系统的部分，其实当然基本上还是牵涉到速度的问题。当然你说从这边开过来，我是这一次实习没错，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些 catch， 有一些什么问题。有的时候可能开个全单，它建立重新建立再 memory 重建的系统要好多年，那也很奇怪，就是常常可能点一下超过五秒钟没有反应，学生就开始叫了，的确是有这样子。那这是其中，这是也是台湾很常使用的一个手法。那第二个 solution， 我们最近在 survey 的一个 solution 叫做 School Linux， 那它是一套。你现在看到 School Linux 跟 Debian EDU， 其实它原先是两个专案，两个 project。那 School Linux 是源自于挪威，那 Debian EDU 是源自于法国。但是2003年之后，他们两个并在一起，两个基本上现在是同意思。那这套东西呢，它一开始它的对象是欧洲学校里头，大概是六年以上的老电脑，所以呢，它也是使用无碟系统。你会看到它也是使用无碟系统的概念，所以它的学生机要求非常的低，它的学生机甚至于是486就可以，它的记忆体要求可能只有512MB， 它就可以 run。它的学生，因为那个时候学校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电脑，但是呢，它需要一个很强力的是。服务器，很强力的服务器，然后呢，你的网路必须要够。Okay. 那后来它也发展出我们刚才讲到 DRB 的那种，就是说我可以直接把系统拉过来，我不在服务器执行，我就拉过来执行。那这种模式下，相对的你学生机要求要稍微高一点，因为你要拉过来，大概通常来讲是，但是也还好，就是可能这700多MB 的任基本上也还是可以 work。只要那个速度基本上都可以接受就好。所以其实像这种无碟系统，它的特点就是我的学生机，我的要求是很低的。那你学生机跟服务器跟网络的那个基本上就是 trade off 嘛，你服务器强，你学生机就不需要太强。那如果说服务器不够强的，学生机就要稍微强一点，它就是一个 trade off。那我们为什么会去设备这一套呢？是因为我们在设备过程中其实有一个非常 impressed 的一个人。在他们的开发团队告诉我们的一个经验，就是说，目前现在这个时间点，目前在西班牙有一个省份，这个省份叫做 Extremadura， 好，我不太会念西班牙文。Extremadura， 好，没有问题，好，谢谢。他有一个两个人的团队，在营运200间学校7万台电脑，两个人的团队，他用的就是这套。那这套特点为什么它可以这样 run？ 是因为我刚才讲，它是其重点是在服务器，一台学校一到两台服务器，你只要搞定这服务器，基本上就 OK 了。其他电脑大家都是滑鼠啊、键盘啊那种问题而已。那他们现在就是，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调查这个，因为我们调查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从 NTP 之后，我们看到了，我们刚才提到很多老师不会管电脑。那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模式，我们有一个大概几个人的 team 可以了解这样的东西，我们也许就可以直接帮一个切实。我们在想的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因为其实上已经有成功案例。那事实上这套现在在西班牙、法国、挪威、德国都有学到的时候。好，那我接下来要讲到从 NTP 再延伸出来的一些东西。那最初始 NTPC 的版本，它是非常 K5 帮助，我们是用 K5 帮助去改。那 K5 帮助当然它桌面就是 KDE。是呢，在新北市的老师群，他们在跟我，大概我有偶尔丢一些文件出来，他们在知道怎么样做这件事情之后，就开始遍地开花了，不同的版本就开始出现了。Okay. 好比说。有的老师，我就是很讨厌 KDE， 我就是用 Unity， 好，开始做了一个 Unity 版本出来 ，That's OK。也有人用 Mint，
还有 Gnome。 所以呢，也就是说基本上你可以说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新北市它已经可以自己去撞一个这样的 project。 我们原先有点是抛砖引玉，我做一个版本做一篇，那你知道怎么做之后，剩下你们就可以来我。所以呢，下个年度的采购案，我相信他们自己就可以弄，就不需要再下去帮他们做这些东西。那他们觉得他们顺手的环境当然是最好，因为老师基本上要教学就是用自己最顺手的环境嘛，对不对？这就是什么环境嘛？所以老师有自己喜欢的环境，那你就用。那如果说真的不会的，你就挑一个用。没用。你是可以用啊，对不对？你就挑一个用，对。但是某种程度来讲，目前啊，但是这是今年的状况，因为今年的状况就至少有三个版本，三个以上的版本，其实应该更多了，其实更至少三个以上版本，所以就有老师不晓得该用哪一个版本。好，那其实我觉得那个也还好，那个词都可以解决，那个都很好解决的事情。好，那差不多。在接近结束的时候，我们来讲一下，在这整个让我们弄下来之后，我们从中间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一件事情当然是，我电脑教室一定要微软吗？不一定啊，我现在让大家吃全素，大家其实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做教学，电脑还是可以吃的，它不是一个 must， 过去。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老师，但实际上呢，我们花了超过十年的时间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那甚至于还有很多学校其实现在还搞不太清楚。那当我们现在既然有一个新北市这样 的经验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往别的县市走。其实大部分的县市也都在观望新北市在这个案子里面他们状况怎么样，是不是符合他们的需求。那如果说他们觉得 OK， 他们也许也会在下一个年度的采购案里面做同样的事情。那当然这是我们所乐意见到的，但当然这个后面还有很多的，好比说你必须要对老师做教育训练，你要让他接受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是第一个。那当然第二个也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就是我刚刚在讲说这种师权术概念，其实呢这件事情。对小朋友来讲真的没有差别，小朋友你给他什么他就玩什么，你给他什么他就破坏什么，很简单，对他来说很简单。所以我给他一个全力拉的环境，你对他是没有差别，甚至于你跟他讲说这上头可能没什么游戏玩，他都可以挖游戏出来玩。的确是这样子。好像我自己的小朋友在过去我找你，有家里电脑当然都是装电脑，那他们在 Lina 上面的那个什么企鹅赛车，那他们就玩得非常精，然后后来他又发现一个东西叫 Steam， 那有 Steam 之后，他连一般的那种线上比较都玩，就是这样子。对他们来讲，其实真的是很容易找到出路，可是对老师们来讲，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我原本教 Windows， 我是要教你用 IE 上。以前老师的教法都是，你看有一个蓝色的一点下去就对。哇，现在没有蓝色的一了，怎么办？像我们刚才最开始提到那个国民电脑计划，就有这个问题。不过提出的问题是家长，因为我们电脑发去给小朋友在家里，哦，你刚打开，奇怪怎么找不到蓝色一在哪？那对老师来讲，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转换过程，因为我现在变成是我可能要找火狐，我跟他找 Firefox， 我跟他找什么，我都跟以前都不一样。所以呢，其实，在刚开始撒下去的时候，是有一些这样的反弹出现。然后呢，当然顺势，我跟各位讲一个很有趣的小秘密，就是在 NTPC 这个案子下来之后，微软怎么反击，你知道吗？我们买10000台电脑，对不对？他捐了5000套授权给新北市，捐5000套授权给新北市。那为什么就5000套？我如果真的撒下去，总有人会叫吧？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他就不得不买另外5000套，对不对？而且买了捐这5000套，他可以节税，对不对？所以呢，就我知道，
我至少我上次听到消息是，新北市的主事者是把这五千道先冻结，他没有发出去，他没有发出去，因为他也知道大家发出去麻烦会很大。还有，所以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说，这其实是我们这次学到还蛮重要的一课。你要撞任何东西，特别是这种很重大的改变，人的问题永远要先解决。人的问题永远先解决，包含那些使用者从 Windows 转换成 Linux 的那些人，还包含到我原来在玩就已经在玩。开源的技术授权这些人，为什么？因为我做出来系统不见得是他们想要的，我做出来系统不见得是他们认为而好的。那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会遍地开花，因为他们就觉得他们就要做他们自己喜欢的，那是 OK。但是在那之前，其实是有一些摩擦的。所以永远，我现在真的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假设在北县市，或者是甚至于在中国地区，我们想要做这样的事情。人的问题要先解决，我们一定要 先搞定人，然后再来。那技术问题其实到最后都是最后自圆梦想的事情。好，再来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电脑教室里面要摆 game？ 要摆 game？ 要。要啊。哎、欸，这个两派哦，就这个在台湾的老师基本上他是分两派，而且两派是完全极端。我们都不是老师。对啊，对小朋友的立场来讲，当然是觉得要，对不对？也对老师的立场来讲，他就觉得小朋友上课都要 game。好，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这没有什么绝对的对或错，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那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当然这也关系到说我老师对课堂上的控制能力有多高，不太会控制课堂老师，他就觉得，我摆下去就是给你玩。但是有的老师就是有办法让你把所有东西都做完之后，啪，我就把这当奖励你就下去玩。好，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一个很有趣的，因为我这样下去之后，就有老师反应过来说，为什么你要玩那么多游戏？还有上海麻将。我说上海麻将只是配对游戏而已啊，他又不是真的在跟你打那种麻将，他只是配对游戏而已啊。就这就有老师反弹啊，都是说反那么多游戏，对啊，这是很有趣可以讨论的问题。好，那我最后的结论当然还是那句话，我相信不管在任何地区，开源软件包含它的作业系统，一定都可以扮演很好的角色，特别在教育，它可以扮演非常好的角色。实际上，我们整个EGLE计划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其他在国外常见的教育资源，很好的教育资源，那我们把它介绍到国内来，都放在我们的EGLE里，那当然也不会在这里。那我们相信，其实这一块不必是商业软件，一般的开源软件、一般公共资源就可以做得很好。然后呢，当然我还是想要就是讲说，刚才讲到的所有的次学术概念。实际上，我们今天在推开源软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大家所有的人都去用它来取代商业软件。实际上，我们真正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是你的选择。当你的资源够的时候，你当然可以选择商业软件。就好比说，我有钱的时候，我可以买车来代步；我有钱的时候，我可以买汽车吧。更有钱一点，我可以买跑车吧。但是没有钱能怎么办？我一定要有一套公共的，好比说公交车、地铁，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些没有车可以开的人，我们可以选择。那这是你的选择，我没有必要需要用地铁来取代汽车，没有必要。然后呢，真正在它的背后。我们希望知道，告诉大家就是说，其实电脑的世界里头，还有一个用自由的、开源的这些软件所建构起来的世界。那我们希望他们知道，有这个世界之外，这个世界真正运作的原则是什么？
叫做付出两个字。想想看，大家都在开源社群里面，相信都有一段时间。开源社群、开源的软件、开源的世界之所以能够运作成现在这个模样，是有不知道有多少的人在背后付出。那我们希望让小朋友知道这件事情。你今天看到的这些东西，是成千上万全世界的开发者贡献出来的。你可以看到，你看到你的软件上面有中文，那是有不晓得有多少人投入他们的时间下去做翻译，产生出来的。我希望除了让你学会电脑的技能之外，我更希望让小朋友们知道这样的事情。你有付出，因为有了付出，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世界。那当然更进一步，我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付出。那最后一个梗，最后一句话，这个是在 EasyGo 7的时候 ，EasyGo 第7版的时候，他所提出来的一个 slogan。那基本上 EasyGo 每一年推出版本都有自己的 slogan， 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一个。他讲的是 free win-win，free win-win 基本上他讲的就是自由，双赢。对，我们不必要拿这个东西取代那个，它其实是一个 win-win 解决方案。可是这句话有个双关语，大家能听到 ？Windows 没有。嗯 ？Windows 没有，有两个 Windows。Win-win。哎，找到了。Free 啦，可以 Win Windows。我特别喜欢这个。好，谢谢大家。那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Lady first. 是这样，就是因为刚刚是在讲的时候，说现在这个项目主要是针对小朋友，但是我在想，就是这个项目有没有计划说，因为毕竟学校，我可能是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嘛，然后现在是只 cover 到小学吗？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基本上这一个采购案是针对初中跟小学。这一个采购案，因为我是电脑，因为基本上在台湾它是国民教育，是到初中而已，高中以上基本上是要考或者是要什么，它不算是国民教育，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推，当然不能，所以教育部的这个计划基本上它是针对初中跟小学，那它的采购案也是针对初中跟小学，但是同样的这个系统当然可以拿去高中用，当然可以拿去大学用，只是看大家要不要用。就相当于是高中和大学是他们自己选择。对，但我们今天在整个推广过程中，我们也不是只有针对初中的小学，我们也是会跑高中，也是会跑大学，只是说因为高中跟大学不在这个计划里头 cover 的范围，但是我们还是会跑。那只是说我们今天是这个材料是直接影响，因为我电脑学校进来的一批新电脑，整批就是这个，那这个基本上这个范围是初中的小学。对，那高中跟大学当然就是说，那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去帮你做。我们可以帮你拿我们现在的这个系统去帮你装，然后做整个系统弄起来，那是没问题。但是要他们愿意啊。那会不会有？那会不会？因为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小学生的话，他可能之前接触的电脑，就是比如说，无论是用上面的应用啊，可能都不是特别多。这个时候，无论我给的 Windows 或者给的 Linux， 它适应性会比较好。没错。但是如果是初中生的话，这个时候其实。他在，因为初中年龄也不是特别小的，他之前可能习惯的那个模式就一直在用 Windows， 突然间给他 Linux 的话，就是这个有没有反映出来很多人？其实不会，我们看到是不会，其实并没有。他这个项目的目的是让更多人就是从小就设定的模式，然后没错，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群，因为我们大概小学来讲三年级开始上电脑课，所以呢，我们预期会说。三年后的小朋友进到国中、进到初中之后，他本来概念他就都是有这样的概念。那但也就是换句话说，头几年但有可能会有人讲这种状况，但是其实我们目前看到的反应反馈基本上都不是问题。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说，其实对他们虽然他们也是走十三、十四岁，可对他们来讲，他们适应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破坏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对，所以至少我们目前看到反馈是没有这个。Is there any formal statement from your government that school must be using open source
Yeah, just the government, just, yeah. This is, let me see. Did you see that? Yes. Asked to use Duo. Only yeah. S, right? Not the government asked schools to use Duo system. But most schools just second season just for Charlie as not yeah you must do you must have oh you must have okay. But you don't need to use it's similar that's before but after this project though only single season so you have no choice oh now we have no choice no the single season is wow. Enough for me actually I have to say no choice is not a good thing I have to say it's that's not a good thing to have no choice. Sometimes people must no choice. I agree. Or maybe the choice is you must live or death. Yeah. So you will win or lose. Yeah. I have to say it's not pushing, but it's really a big progress for us to promote the free open source software. 我想就是更想了解一下，就是怎么说服让那些老师，就是说去适应这些使用 Linux 系统，因为我本身也是从大学学了那个计算机专业之后，从 Windows 转到 Linux， 因为我坦白讲，我自己在转换过程中，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痛苦的。就说我比较关心，就是您在那台湾那边的整个授课这些老师。好，我觉得我把这个问题再往上拉一点，就是你不，我不会对象不必是老师，也许是一般的人。对。那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我过去在有几次跟年轻的朋友在讨论的时候，他们也有提到类似的问题，他们觉得很挫折，因为我一直告诉大家说你应该用这个，你应该用这个，可是大家都不理我。可是呢，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其实我们在这个推广中，我们做过一次非常重大的修正，因为早期大概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开始投身在整个开源软件的推动的时候，十几年前，我们的想法也是一样，我告诉大家说。你应该用 Open Office， 你不应该微软 Office， 微软是邪恶帝国，你不要用它。就像今天 Linux Server 讲的，千万不要用任何 Firefox 的 Server。可是我们发现这样推不动，完完全全推不动。但是呢，我们现在我们的整个在，特别是教育上面，我们的推动思维比较倾向于是说，我告诉你有这样的东西，是商业软件没有，但是我可以满足你。好比说那些公共资源的、公共授权的教育资源，我们找到很多，在易购里面很多，我们大概有三百多个模拟教材，动画模拟教材，好100多个开源软件，我们找到非常多，而且我们把它们集中在一起。我告诉你，这些东西是你商业软体所没有的。再来一个是你自己的心态正在调整，也就是说。我不要告诉你去取代，我可以自己用很开心。然后呢，找特定的机会，就好比说，过去 ，OK， one minute， 最后一个问题啊。过去呢，我们这边就是我自己用，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客户要求我写一份大图给他，所以呢，我就用 LaTeX 写给他。LaTeX 做出来啊，很惊人的一份文件。他一看，哇，你怎么做的？你是用 Word 做？我说不是 Word。那我觉得我们先把自己心态调整，说不用因为我一定要塞什么东西给你，然后你不接受就很痛苦，也就是不用。我们可以先让自己的快乐回来，然后呢想办法让这一份快乐去感染到别人，就这么简单。所以我现在讲说，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要把重点放在说服别人，因为很多时候他说服不了。但是呢，有时候你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感染到其他人。我觉得用这种方式，你自己也会快乐。好，那我想时间到了。好，那我想就谢谢大家，谢谢。